百世道尊崇，立仁立德。心拜感恩老师谆谆教诲之恩，青春校园，青春太阳，阳光下飞翔快乐。事虽善为，子道亏。表着深刻的含义，一撇表示顶天立地。到父母面前，以此作为你的参与和陪伴，请家长们去拥抱您的孩子，给予他的鼓励、支持和爱的力量。你们无限的骄傲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